太他妈帅了，太帅了！今天又来参加活动来了，但是今天又不是试车，今天来这儿来长城品牌体验中心，欧拉阿尼这个车我女朋友说它长得像一头海狮，这个特别像日本的小 K car 哈，它后门这个小空间还挺实用的，这个座椅千万别买这个浅颜色的哈，我看这个座椅就已经被人坐的有点脏了，但这儿也是一个小按键，后备箱还可以，就是代步用的车嘛，对吧？今天主角这个、两台车，一个哈弗 F 七，一个哈弗 F 七 A。车开起来怎么样？外观哪变化了什么的？我们今天就来体会它的车机系统，因为这个车车机系统增加了很多新鲜感。这屏幕大了，12.3寸的，然后刚刚介绍的那听书君，对，大军阀孙殿英，想挖个东明，就是姓李，有点瘆得慌。毕竟是悬疑类的，应该这个大概就是这个，我就是刚才问题就是，如果我有想听的东西，我可以导入到里面。它目前没有导入功能，但是基本上因为喜马拉雅应该是整个覆盖率已经很全了。那你们就是不光整合了喜马拉雅的对资源，还有别的平台，财经读书、知乎电台、古代故事，共是十二台用。对对对。那除了这个读书君呢，还有什么功能？然后是在这一块一个爱奇艺，就是和手机上一样，这边是有一个叫做行驶视频的这么一个设置。默认的话是在行驶过程中，就是你车辆启动以后，这个就不能观看了，为了用户的一个驾驶安全。然后还有抖音，抖音的话可以通过这边的那个后面也可以进行一个一步的切换，因为最大的进步就是所有的视频都在横屏摆，抖音得是定制的啊。定制的横屏带，那会画面就有裁切吗？基本不会裁切，它播放完了会自己跳走吗？这个是可以的。我先谈那个线上娱乐的给您介绍，谢老板啊 ，K 歌又可以唱歌了。K 歌的话就全程 K 歌，能让您在那车上有一个沉浸式的 K 歌体验。然后我们这边还是可以配备一个专用的K，出来一个麦克风，这是送的吗？这个是还是要买的，这个是可以就是在购车的时候可以选装选装一个，那不送那个。这个再看跟那个谈嘛，这个得送的，这到时候跟销售谈嘛，销售他可能经过促销就可能就送了这个，点首歌，回啊，从哪能调音呢？哦，这还能设置什么原唱关？对对，伴奏，包括它这边还有评分系统，话筒是通过蓝牙来连接的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这边下面还装了一个接收器，插一个接收器，像笔，然后这个有接收器以后，这个可以连上了。那是插在 USB 上。喂，这就是个车上面的沉浸式 K 歌体验。包括这个可以进行一个手机的一个互动，看那个微信扫码就行了。周杰伦吗？哎，这是点唱是可以吧？对，这点同步的，这样就可以吧？对，这比较方便嘛。这还能点周杰伦的歌？对，因为周杰伦的那个音频的资源是在腾讯旗下的。这个音乐。有青色的夜雨，而我在等你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这个是抖音。然后这一块的话，这手机互联就跟那个 CarPlay 差不多，你知道停车、加油、洗车这三个日常出行的一些线下服务。对，然后这是这个，然后还有就是整合了一个叫腾讯随行，它主页面是腾讯地图。啊，其他的还有一些小程序功能比较丰富了，包括一个车载微信，这应用的话是会后台实时更新的。然后其中比较火的就是 B 站，那和那家其实差不多了呗。对对对，就总是在让它车上能看 B 站嘛。那它一年能给多少流量？前几年的流量应该是前三年前一年的流量应该是免费体验的。这微信是怎么了？